お参りして高架化，我是还好，地下化你就从台北坐到高雄，那全部都地下，那要看。
就看不到蓝天白云了。对，就对啊，下起来就这台。而且说真的，你柴油列车你又不能走一下哦。说那柴油列车，光光高雄的时候才刚开始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对有去拍，那时候柴油列车整个里面全部，说真的，不戴口罩真的会窒息。没错没错，我之前在改点之前有很多柴油柴店的班次，我都会去拍。啊，因为在地下它听很大声，我喜欢那个声音。不会很，这就是那个烟雾的问题啊。那声音其实是该怎么讲，有大声还是会大声。啊，这就是里面的空气品质不是很好。所以像它柴油很早，基本上尽量不开柴油。你要看风景，可能都不开。对啊。像南部柴。台电的班，台电取光号会变少，已经变少了。像什么751、754，对、哦。然后像还有701、702、707都被砍掉了。现在就留什么704、709、713、715、710、712，就留这些而已，留这些是台电，其他都变成便利。货物列车来讲，他们会想要走柴油化。我记得日本跟欧洲他们好像基本上货物列车就是走柴油化，然后客运列车全部都走电气化。对对对，他们有。因为货物列车他们不赶时间，然后柴油他们可以慢慢的。不是这个原因啊，是因为某一些货物的装卸场站没有安装电力线，所以就只能用柴油。有车在挡啊，现在有找，然后找两三分。说什么铁路地下化？看一下别人那个日本，十条线，人家该怎么讲？加都市规划有做好，我们并交到那么多，人家都是用高架桥或者是地下，对啊，地下道。到了，这站是什么？五星。五星杨梅，再来五星杨。富冈西富北湖湖口新丰竹北北新竹新竹。那新到新怎么会停三个小时啊？对啊。然后现在就往继续往。接下来三个小时不知道要干嘛？吃饭啊，去吃饭啊，去吃午餐。然后顺便和我阿公讲，我阿公家的情况。那个富冈机场来看一下，那个什么细颈电头拉出来。哎，你知道有细颈电头这东西？不知道。就已经拉出来了，等下礼拜就会出来。我记得前天还大前天刚到花莲，不是那个吧？哦，不是。哎，话说那个花莲港那个郊外区。结果是那个